念佛要有功夫，功夫是什么？把这个世界放下，没有留念，没有牵挂，这才行啊。如果还有牵挂，还有留念，这个麻烦大了。啊，这是一条绳索把我捆在这里，你离不开啊。啊，功夫，经中说出三等。啊，下品的功夫成片，这个很容易得到，一般人3年5年就得到了。啊，这功夫成片。啊，不要以为功夫成片很低，到极乐世界你就会知道了。没有功夫的，从小学1年级念起，啊，要念到10年级毕业，再念中学，中学也是1年级到10年级，功夫成片是中学1年级、2年级，不是小学。没有功夫的人是小学1年级、2年级，就是下品下僧啊，凡圣同居土啊，九品往生的、啊、功夫成片呢，是方便有余土，九品往生。所以在这个世间，万缘放下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念上个3年5载，到极乐世界插班了，插中学的班了，这个正确 啊。那么再提升，就是四义心不乱啊，得四义心不乱，等于证得阿罗汉果啊，往生极乐世界是方便土的上辈往生，就是上三品啊，再提升到离业心，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十报庄严土，这最高的等级了。理事都要搞清楚，都要搞明白，实现大地啊，所以放下要靠什么？要靠人呐、啊。啊，你能忍，你才能放下。啊，忍不过就是放不下，跟放下的关系太大了。啊，放下身心世界，啊，心里面功夫成片。什么叫成片？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这叫成片。啊，这样的功夫，大概一般人3年到5年可以得到。得到这个功夫，你就会见到阿弥陀佛，佛来给你报喜。啊，会来告诉你，你还有多长寿命。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，佛来接你往生，就预约了。啊，那如果四义心以上，四义心见思烦恼断了，贪嗔痴慢疑没有了，啊，这个身见呢，边见呢，啊，身见是执着身是我，放下了，知道身不是我。身是什么？身是我所有的，像衣服，
衣服不是我，是我所有的，身体不是我，是我所有的，就很容易放下。到极乐世界是真身，假身没有了。啊，边界放下了，边界是对立。日常生活当中，跟一切人事物绝对没有对立，没有对立是什么回事情？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。回南能大师讲的吗？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自信是真果，真心。啊，整个宇宙是自信变的，所以整个宇宙跟我什么关系？一体，一体就不能对立了，对立就错误了。啊，所以对立叫边界，两边没有两边。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，啊，我知道了，他不知道啊，他跟我对立了，我不跟他对立，这样忍辱。啊，他欺负我，他侮辱我，他陷害我，他回报我，通通要欢欢喜喜接受。为什么？全是假的。啊，他所说的所作所为的要原谅他。为什么？他迷惑颠倒，他现在妄心当家。我难得了，我现在把真心妄心搞清楚了，虽然真心还不能当家，已经往真心这边靠了，妄心慢慢地远离了，这好事情啊。啊，如果还给人有争论，啊，还有竞争，就错了。啊，竞争不能要，那是造业，造恶业。那不竞争，那今天生活过不去，没那个话。你能够忍，啊，你就能过去。啊，你要不能忍，看到别人住大房子，你也想盖大房子，你没有这个福报，那你苦来了。别人收入很丰富，你收入很微薄，你不拼，不能忍，这不行的。啊，他收入再多丰富，他还不足啊，还有贪心呢。我这一点点就足了，我就不想多求了。啊，每天能吃得饱，穿得暖，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，好。不要再求了，人道无求，品自高啊！啊，人道无求，道业就成就啊！啊，决定不跟人争，啊，不跟一切众生争，心平气和，就养一个阿弥陀佛，心里头就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这样三年功夫成片，阿弥陀佛来给你报喜。啊，所以如果是到事业心、理业心，到极乐世界，随时想去，佛就来接引。你得大自在。啊，那么在现前众生苦难。你想去，啊，佛如果看你修得不错，你还挺有智慧，挺有福报的，佛就会加持你，叫你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寿命到了给你延长。
海贤老和尚就是他活112岁，他没那么大年岁啊，我看他也不过就是70-80啊，70多80多就这个样子啊。那么他这么长的寿命，佛替他延长的，佛教他表法，叫他做个榜样给我们看啊。我们如果你有这个愿，不怕苦，不怕困难，不怕受罪，可能佛菩萨会用得上你，也找你，希望你在这个世间多住个10年20年啊，多住个30年40年啊。为什么？帮助苦难众生，给苦难众生做好榜样啊。那么你的功夫能不能向提升？能，像海贤老师，我估计他的功夫成片25岁前后啊。这个人念佛，他的根气很难得，真正老实听话正干，所以师父传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。你看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，除了睡觉之外佛号不间断的啊，不出声默念，心里头念的，不妨碍工作。他的工作是农耕种地，不妨碍啊。所以20岁出家开始念佛，25岁得功夫成品，30岁得四依心不乱，40岁得理一心不乱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。这个等级跟慧能大师证得的是平等的，慧能是顿悟，啊，几天就开悟了。他是见悟，从念佛起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20年啊，40岁20年他能证得了。我们从他的光碟，从他的用思机里面可以看出来，给我们做证明呢。我们要修行正果，走这条路，这是好榜样。